F 的快乐，我现在才开始有点味道了。就这些事儿啊，没有钱啊，你想做做不了。后来呢，做企业让我懂得了结果导向，没有结果要死人。企业让我懂得效率导向，有些机构啊不讲效率，这件事5块钱就行，他花15块钱。我刚才看到王中军，我在想，中军每年啊给很多电影在下面免费给他看，下次所有的乡村教师的少年宫的片库就得你提供，对吧？所有的电影都得给孩子们看看。一年就跟那个秘书长说过，但是这我是表现不好，这一年我没跟进。我跟秘书长说过，就说未来的所有的这个学校都应该有一个我们的零钱电影院，因为我们这个是非常标准化的。这个要表扬也要批评啊，表扬的是表态了，批评的是表态了没行动。这是我们很多老板的习惯。我是这样，这件事答应了以后啊，就必须得有人去落实。而且我还听说有一个企业，我也得批评批评，我不点名了啊。建了这个学校，从来还没去学校参观过，他昨天说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赶紧去看一看。但这个总比不做好。